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说法，在场的大比丘有1250人，另外还有以文殊师利法王子为上首的32000位菩萨。那时在王舍大城中有一位太子，名叫阿舍师。他听从了恶友毗婆达多的话，把自己的父亲频婆娑罗王囚禁，想要夺取王位。来人，把他压下去，关起来，封闭到黑暗的七重牢房去。你们所有人听好了，谁也不许接近他，不许给他任何食物，要严加看守，直到他丧命为止。就这样，阿舍世太子登上了王位。他之所以会对待生父如此狠毒，是因为过去的一段离奇姻缘。原来频婆娑罗王与王后迟迟没有孩子，使用各种方法却求而不得，直到一位占卜师告诉他，山中有位仙人要等到3年后命中，那时他将会转生为王子。频婆娑罗王求子心切，要求仙人立刻舍命转生，遭到仙人拒绝后，焦急的国王竟然命人杀害了他。仙人死前一言说，转生后定会报仇。不久王后便有了身孕，可是占卜师观察孩子出生后会对国王不利，频婆娑罗王一时恐惧，把刚出生的婴儿从高塔丢下。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婴儿除了小指舌道全身无伤。国王这才清醒过来，把王子抚养长大，从此外人都称呼太子为阿舍师，意思是出生前就怀恨的人。提婆达多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能唆使阿舍师害父篡位。这一位是频婆娑罗王的王后，也就是阿舍世的母亲，名叫韦提希。韦提希十分恭敬频婆娑罗王，为了使大王不致饿死，
他每天将身体沐浴得干干净净，在皮肤上涂抹苏蜜和麦粉，在璎珞袍冠中盛满葡萄酱，悄悄地去贡献给频婆娑罗王。这世王的有令在先，抱歉，国太夫人，您请回吧。你看，我什么也没有带来，只是想看一看他，难道这样也不可以吗？这样，这气味，好香啊，有谁是在吃东西吗？你来了，真好。从这间牢房的窗户，正好可以遥见世尊说法的基督君山。频婆娑罗王得到韦提希偷偷带来的食物，逐渐恢复了生机。大目犍连呐，你是我亲友，希望你兴发慈悲之心，来授予我八关斋戒。就这样，穆建连尊者来到牢房给频婆娑罗王受戒，世尊还派富楼那尊者来为王说法，每天如此，一直经过了21天。频婆娑罗王吃了苏蜜和麦粉，又听闻了佛法，脸色变得更加祥和欢悦。现在还活着吗？大王啊，国太夫人在身上她涂着苏蜜，璎珞宝冠里还藏着葡萄浆，每天都送来给您父王食用呢。啊？什么？还有啊，沙王穆迦莲和富楼那也从空中飞过来为他讲经说法呢，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禁止啊。啊，真是不可饶恕！我母亲是贼人，与那老贼一伙，沙门穆建连他们都是恶人，只有幻惑咒术，你那恶王这么多天还不死，今天先要了你的命。三思。
大王，我听到过皮陀论经上说，从这个世界成立之初直到现在，有过许多因为贪图王位而杀害自己父王的王子，这样的恶王竟然有18000人之多。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位伤天害理的国王竟然还会杀害母亲的。没错，大王现在如果要违逆天理杀害母亲，简直是玷污了高贵的刹帝利王族。这种行为简直与詹陀罗种姓无异，我们可受不了。走吧走吧，我们不能住在这儿了。七伯，连你也不再帮我了吗？啊，大王，请慎重行事，千万不要杀害您的母亲。阿舍氏听到大臣们的话，只得忏悔求救，不敢再伤害自己的母亲。他命令宫廷内官把韦提西禁闭在深宫之中，再也不许出来。世尊呐，以前您常常让阿难来慰问我，我现在忧愁苦闷极了。世尊啊，您是如此威严德重，我不敢奢望能见到您，只愿您派遣穆建莲和阿难两位尊者来与我相见。什么因缘才会与提婆达多成为亲属？希望世尊能为我详细解说无忧愁无烦恼的地方，我想往生到那里，不再眷念阎浮提浊恶的世界。在这五浊恶世，到处都是地狱恶鬼和畜生，不善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愿我未来转生的世界不再听到恶声，不再见到恶人。我现在向世尊五体投地，只求世尊哀怜，接受我的忏悔。唯愿佛法智慧如同日光一样照耀我，引导我观想清净的去处。Thank you.
世尊，这各种的佛国净土虽然都清净明洁，光明照耀，但是我只希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唯愿世尊教我往生极乐世界的思维方法，让我用心领受。听到韦提希的话，世尊露出了微笑，有五彩的光芒从佛口中化出，光芒穿过重重墙壁来到牢狱，每一粒光芒都照耀在频婆娑罗王的头顶上。那时频婆娑罗王虽被诱惑，可是心思见识并无障碍，他以心眼远远望见世尊五体投地的形象，自然之中道行增进，成就了阿那含果位。你现在知道了，阿弥陀佛离此地不远，你应当专心细念，仔细观想那西方极乐世界中用净业三福修持观想成就者。我现在为你详细宣说各种譬喻，也让未来世一切凡夫愿修净业的人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应当修习三种福德。第一种，孝顺供养父母，尊重服侍师长，心怀慈悲，不杀生灵，修习十种善业。第二种，受持三皈依，具足各种戒行成就，举止仪态不放逸。第三种，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经典，劝修行人精进。这三件事名为净业。你现在知道吗？这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的净业正因。仔细听着，仔仔细细地听着，好好的用心思量。我现在要为未来世的一切众生，会被烦恼束缚着的人们宣说清净的善业。善哉，韦提希，你快就此事提问吧。阿难，你应该领受记住我所说的话，广泛为很多众生宣说。我现在要教导韦提希以及未来世一切众生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因为佛力加持的缘故，你们还将亲眼见到极乐世界的清净国土，就像手拿明镜看到自己的面貌一样清晰。当你们看到那里种种奇妙快乐的事情，心生欢喜，立刻就能证得无生法忍。你是凡夫，观想的心力薄弱，没有得到天眼神通，不能见到远方的境界。诸佛如来有特别的方便法门，可以帮助你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世尊，像我现在依靠了佛力的缘故，能够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若佛灭度后没有佛力可以依靠，诸终身浊恶不善，为五种苦恼所逼迫，要如何见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你和众生都应当专心细念于一处，观想西方极乐世界。怎样观想呢？凡能够思想的一切众生，不是出生就生盲的众生，都能见到太阳西下。当看到这一景象时，就应当升起想的念头，端正面向西方坐定，
仔细地观想太阳将沉落之处，让心思集中专一而不散乱。看到太阳将落，形状就像悬挂在空中的鼓，不管闭眼或睁眼都能看得清楚明白，这就是日想，名曰初观。接下来应当做水想，专想水的清澄洁净，心念毫不分散杂乱。已经见到了水，再想象水变成冰，这冰透明清澈，就像琉璃一样。琉璃观想成后，看到琉璃所成的大地内外映衬，地下有金刚七宝的金床作为支撑，每一宝中都放出500种颜色的光芒，这光芒像花又像星月，悬挂在虚空之中，合成一座光明的楼台。楼台之上有百宝合成的千万座楼阁，楼台两边各有百亿花床和无数的乐器作为装饰，8种清风从光明中吹拂而出，演奏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的妙法。这就是水想，名第二观。当水想成时，一一观想上述景物都能清晰明白，不管闭眼还是睁眼都能不令散失，除了时时，其他时间都要意念此事。如此观想名为初见极乐国地。如果能于定中见到西方极乐国土历历分明，其殊胜无法说尽，这就是地想，名第三观。你受持熟记我的话，为未来世一切大众想脱离苦海的人们说此观地法。若修行人能观想极乐国地，可除80亿劫生死之罪，舍身转世后必能往生到清净的佛国，可以放心，不要有什么疑惑。地想观成后，接下来观宝树，要一颗一颗的观想，还要观想一行一行的宝树排列得非常齐整，一重一重有7重之多，每一棵树高有8000由旬。这些宝树七宝花叶无不具足，诸天童子逍遥自在地居住在花叶宫殿中，每一个童子都有500亿释迦毗卢伽摩尼宝作为璎珞，那摩尼宝光照100由旬，犹如100亿颗太阳和月亮的光芒合合在一起。有大光明化成床幡和无量宝盖，在宝盖中映现3000大千世界的一切佛事，十方佛国都在宝盖中显现。见到这些树后，还要按次第一一观之，观想树茎、枝叶、花果皆令分明，这就是树想，名第四观。接下来要观想七宝池中的8功德水，极乐国土的8功德水池，水流之声细微神妙，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继而又赞叹诸佛的容颜祥和、身相伟岸。从如意珠网中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为百宝斑斓的鸟，鸟儿优雅的鸣叫，赞叹念佛、念法、念僧，这就是8功德水想，名第五观。西方极乐世界由各种珍宝合成的国土，
此土每一地界上有500亿宝楼，在这些楼阁中有无量天神在演奏祭乐，又有乐器悬挂在虚空之中，如同天宝床，不用弹奏而自然冥想。此观想成后，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这是总观想，名第六观。你们要仔细的听，好好用心思考，我将为你们分别解说去除苦恼的方法，你们要受持熟记，广为大众分别解说。世尊，我现在因为得到您的佛力加持，才能见到阿弥陀佛及两位大菩萨，但未来众生怎样才能见到他们呢？遇见阿弥陀佛者，应当起观想的念头，在七宝合成的地上观想莲花，在花台之上自然而有四柱宝床，每一宝床都好像百千亿座须弥山，床上的宝幔如夜摩天鼓，又有500亿微妙的宝珠作为装饰，宝珠有各种金色，遍照极乐国土每一角落，处处变幻无定，显现种种异象，有的变为金刚台，有的变为珍珠网，有的变为五彩云，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这就是花作想，名第七观。如此妙花是法藏比丘愿力所成，若是想见阿弥陀佛，应当先修花作想，要如同在镜中见到自己的容颜一样清晰。修行此想成就者，能灭除500亿劫生死之罪，必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观想到这里，接下来应当观想佛。为什么呢？因为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所以当你们的心观想佛时，这心即是佛的32相、80种随行好，由心观想到佛，心便是佛。诸佛正遍知深广如海，都是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细念，仔细地观想阿弥陀佛。此观想成时，阿弥陀佛和二位大菩萨像会大放金色光明，照耀在珠宝树上，每一棵树下都有3朵莲花，这些莲花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整个极乐国土，这就是相想，名第八观。这样观想的修行者，消除了无量亿劫生死之罪，于现在世中就可得念佛三昧。此想观成后，下面应当观想阿弥陀佛的光明身像。阿难，你要知道，阿弥陀佛身如1000000000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佛身高达600000亿那由他恒河沙游旋，眉间的白毫光右旋婉转，如5须弥山，佛眼如4大海水，清白分明，身上的毛孔都变化出光明来，如须弥山一般。阿弥陀佛顶上的圆光如1,300,000,000世界，在圆光中有1,000,000,000亿那由他恒河沙化身佛，每一尊化身佛同样也有无数化身菩萨作为他们的侍者。阿弥陀佛有84,000相，每一相中各有84,000随行好，
每一毫钟又有84000光年，每一光年又遍照十方世界，摄持接受念佛众生而不舍弃。观想阿弥陀佛的方法，可从其中一种相好开始，比如只观想眉间白毫，直到完全清晰明了。能把眉间白毫观想清楚，那84000相好也自然显现。见到阿弥陀佛者，即见十方无量诸佛。由于得见了无量诸佛，诸佛即现前为他受记。这就是遍观一切色相，名第九观。若有一心一意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修行者，应当首先观想一丈六高的阿弥陀佛像，在七宝池水上。如先前所说，阿弥陀佛身量高大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能及。然而借助阿弥陀佛夙愿力的帮助，有这样意想的人必得成就。哎，你看那是什么？哇，好亮啊，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接下来世尊又解说了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九品，也就是九个阶级。上品上生者的情况是，若有众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需要发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具足这三种发心者，必定可以往生极乐国土。此外还有三种众生可以往生到那里，一者心怀慈悲，不杀生灵，严守各项戒律；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三者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据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上品中生者，不一定要受持读诵大乘经典，但能善解意趣，于第一意心不惊动，深信因果，不谤大乘，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上品下生者，亦信因果，不谤大乘，但发无上道心，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中品上生者，若有众生受持五戒，持八戒斋，修行诸戒，不造忤逆，无众过患，以此善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中品中生者，若有众生或一日一夜持八戒斋，或一日一夜持沙弥戒，或一日一夜持具足戒，威仪无缺，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中品下生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孝养父母，行事仁慈，此人将命终时，执于善知识，为其广说阿弥陀佛的国土乐事，并告诉他法藏比丘的48大愿，听闻此事已，随即命终，如壮士手臂屈伸之间的短时间，即生西方极乐世界。下品上升者，或有众生虽不诽谤大乘经典，但造作各种恶业，如此一人造作了诸多恶业，却没有丝毫惭愧忏悔的意思，但
他将要命中时遇到善知识，为他说大乘十二部经首批名字，以文如是诸经名故，除去其千劫及众恶业。智者又教他合掌插手，称南无阿弥陀佛，以此称佛名故，除去五十亿劫生死之罪。下品众生者，或有众生毁犯戒八戒及具足戒，如此于人偷分请，到现前僧无尽说法，无有惭愧，造作恶业，不觉羞耻，反以为荣。如此罪人，以恶业故，应堕地狱，命亦终时，地狱众火一时俱至。在这危难时，遇到善知识，以大慈悲为他赞说阿弥陀佛实力威德，广赞彼佛光明神力，亦赞戒定慧解脱及解脱之见。此人闻已，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吹诸天花，花上皆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如一念请，即得往生七宝池中莲花之内，经于六劫莲花开放，观世音大势至，以梵音声安慰彼人，为说大乘甚深经典，闻此法已，应时即发无上道心。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无善业，忤逆十恶，具诸无善，如此于人以恶业故，因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这样的愚人，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用各种方法安慰他，为他演说妙法，教他念佛。如果此人被痛苦折磨，无暇念佛，则应该告诉他，如若不能念彼佛者，应成无量寿佛，如是痴心令生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以称佛于念念中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出其人间，如一念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花开，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灭罪犯，为你欢喜，应时激发菩提之心。世尊说到这里，韦提希与五百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得见佛身及二菩萨，心生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达到心安住不生不灭之境界。五百侍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皆愿往生极乐净土，世尊全部为他们受记，皆当往生，生西方极乐国后，获得诸佛现前三昧，无量诸天发无上道心。行此三昧者，现身得见阿弥陀佛及二位大菩萨。若善男子及善女人，但闻佛名而菩萨名，除无量劫生死之罪，何况意念。阿难啊，你要好好记住我说的话，能够记住这些话，就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时世尊脚踏虚空回到了极毒绝煞，于是阿难再向诸大众转说上面佛所说的种种事情景象法。无量诸天龙夜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礼佛而退。后来被断绝饮食囚禁的频婆娑罗王去世了，阿舍世王即位以后逐步吞并小国，威震四邻，建立了统一印度的基础大业。可到了佛陀晚年时，阿舍世王渐渐对过去的害父之罪生起了后悔懊恼心，这时他全身生出恶臭的烂疮，饱受身心痛苦的煎熬。弥奇婆拜见阿舍世王时劝慰他说，虽然您犯下了人天不容的大罪，但惭愧的忏悔心可以救度你，因为佛陀曾这样说过，有二种善法能够救度众生，第一是惭，第二是愧。惭是自己不作恶，愧是不教他人作恶。惭是来自内心的羞耻，愧是发怒向人表白出来。惭是感觉对不起人，愧是感觉对不起天地良心。有智慧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不造罪业，一种是虽然造了罪业，但懂得要忏悔。愚人也有两种，一种是造了罪业，另一种是想要隐瞒复藏罪业。奇婆告诉阿舍世王，慈悲的佛陀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不存在偏爱或憎恨，恳请他赶快去佛陀面前忏悔。可阿舍世王畏惧自己曾造下的种种罪恶，没有勇气去见佛陀。直到有一天，阿舍世啊，阿舍世，佛陀将要入灭了，如果再不赶快到佛前忏悔，恐怕你再也见不到佛陀了。阿舍世啊，你所犯的罪业也只有佛陀能够救度你，使你将来不受堕落地狱之苦。阿舍世王受到父亲的警策之后，果然来到佛陀面前忏悔过去所造的种种罪业，并且在世尊慈悲开示之下了解佛法，增长菩提善根，痛改前非。我在涅槃之前还等待度阿舍世王，这是因为过去生中阿舍世王曾经发过菩提心，但是后来忘失，以这个因缘我才想要度他，才度得了他。阿舍世王曾供养73亿佛，各从诸佛常闻身佛，其心不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后来阿舍世王成为当时佛教的大护法，他极力提倡佛法，使全国百姓在佛法普照之下安居乐业。
当佛灭度之后，五百罗汉集结佛说，阿舍世王为他们护法。摩诃迦舍于七夜窟结集经典时，阿舍世王为大坛乐，供给一切资具。